精华。佢嘅钻白配方由里面开始改善肤色同肤质，等我睇起嚟好似搽咗层好薄嘅粉底咁，钻白透亮，肌肤好似搽咗薄薄嘅粉底咁，系咪好神奇呢？ SK two 幻彩钻白精华 EX 及全系列。瑞士红瓦自1860年一直引领精准制标典范，时刻互信太子珠宝中标。大家好，今晚是高方婷同你睇天气，先睇睇卫星云图。本港今日咧大致多云啦，咁下昼咧就落过几场大雨，预测听日仍然都会有雨。我哋见到啦，蓝色嘅雨区咧覆盖嘅范围咧系越嚟越大，预料星期二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。天文台今日录到嘅气温咧系介乎21.4到25.7度，而而家嘅气温咧系23度，相对湿度93%。跟住交俾天气先生。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，咁听朝会抵达广东沿岸地区，我哋嘅天气咧会凉翻啲啊，最低嘅气温咧见到系19度，而随后嘅几日咧亦都会有雷雨，最低嘅气温徘徊喺19-20度左右。而环保署预测嘅空气污染水平系轻微至偏高，跟住去其他城市睇下天气预测。澳门有骤雨，广州有雷暴，厦门同台北多云，上海系天晴。北京同首尔天晴，东京多云。巴厘岛同雅加达有骤雨，新加坡同吉隆坡有雷暴，曼谷系明朗。胡志明市有骤雨，马尼拉有雷暴。墨尔本天晴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有雷暴。惠灵顿有骤雨，奥克兰天晴。多伦多多云，纽约同芝加哥落雪。温哥华多云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矶冇乜阳光。欧洲方面，阿姆斯特丹系天晴，伦敦、巴黎同法兰克福多云。天气讲到呢度，晚安。太子珠宝钟表特约，瞬间看地球气候。太子珠宝钟表及瑞士豪雅表赞助播映。你稍后请收睇《康悦信泰按出新机广告杂志》。港台节目星期一至五《铿锵集》，一班出身庇护工场嘅弱能人士，以陶瓷散播欢乐，打破隔膜。非常平等任务，唔接纳婴儿车，系咪已经触犯歧视条例呢？癌变解码，解救香港第四大癌症杀手——胃癌。以事论事，追踪议会新动向。头条新闻，港式幽默，字字铿锵。港台节目紧贴翡翠台。